宜兰县长林姿妙新春初二回娘家的日子，特别来到宜兰兰阳别院礼佛敲平安钟，同时也向佛光山表示感谢，能够提供让民众春节期间一个身心灵的好去处。迎接兔年，宜兰兰阳别院从除夕的叩钟一直到初一礼千佛法会，由住持妙勤法师带领着众人欢喜迎春。贵宾席啊，来家里拜千佛是非常有意义的代志。来家里千佛，而且这一些千佛呢，不是只有拜一次，拜几次，拜三次。整个道场弥漫幸福氛围，而新年走春来到了寺院，当然要体验每个精心安排的活动。是刚好没有回家的马来西亚人，就来这边吃围炉，也刚好给我们有那种一个家的感觉。无论是抄经或者是茶禅仪位，都能够沉淀身心灵。道场还特别安排歌仔戏，让民众能够看到最道地的传统艺术。趁着好几天连假，不妨来到这里，除了感受人间佛教的殊胜之外，也在新的一年为心灵充个电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人间卫视林金玉，宜兰采访报道。